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圣智星，大家好早，今日是农历己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啊，十二月二四啊，就是咱青团上神的日，时间啊过得真紧。啊，在旧年咧，甲各位讲解，就咱的易经风水面面观咧。但到这上旬一日啦，啊，接旬安太岁，上太岁。咱上旬一日啦，是上什么旬呢？啊，青团，青什么团呢？咱一年中间，啊，咱的辛辛苦苦，咱的打拼，难免的，咱有真多心头无如意的代志，嘛真多嘞，咱，人世间呢。好人看不过的代志嘛，非常的多啊，所以啊，咱会真多不调和啊，也是贪、傲、生气、无耻等等的行为啊，啊，拢时时刻刻在咱身躯边，好咱做着心内咧非常的不安，所以咱会真正歹过日咯。假使咱来住家咧，佮带着明年啊。啊，一年接一年，一年接一年的事啊，咱人生只有踏入这个啊黑暗，哈、啊、不调和，颠倒梦想。所以咱圣贤呐，上天啊，哈、啊，予咱有一个清净的日，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照易经来讲咧，叫做地雷福，地雷福。啊，上卦为坤，下卦为震。好的地雷福，地雷福就是对头开始。啊，从一年来，咱的不调和、无欢喜的代志啊，咱做一个真正彻底，做一个反省，一个忏悔啊。然后咧，咱从过去一年中间咧所发生的代志，咱一件一件、一件一件提出来检讨，提起来反省。啊，反省以后咧，咱这十二月二四日咧，咱就甲咱家的神菩萨解忏悔，讲我一年来都会唔对，哈、啊，都会错误，都会安怎安怎，你一行一行甲咱家的神，甲咱的祖先讲，我今年一年咧都会唔对去，啊，都会唔对，都会安怎，都会安怎，你看甲讲，啊，过来咧，就是甲神忏悔以外咧。就是甲祖先的忏悔，甲祖先讲啊，我今年做什么代志，吼、哦，这安唔对哦，爱安尼才对，啊，安尼才是真真正正的清纯呐、啊，唔是讲我身边听变较清气咧，吼、哦，厝前厝后出来的变较清气，这要无够，这厝前厝后无清气咧，反正过时啊风飞沙过来就无清气啊。但是咱心灵、心理上，一年来会颠颠倒倒，一年来会感觉做代志唔对咧，咱爱好好伫神佛面头前，咱做一个反省、一个忏悔，然后甲咱的祖先嘛来忏悔，讲我这唔对，恁都唔通对我安尼。哈、啊，因为咱祖先是上慈悲、真人主啊。啊！伊拢头到尾阿叫咱囝子，即件事咱做得着，所以咱做一项，因看一项。若是唔对咧，咱的祖先修好时嘛，对咧唔对，所以咱爱经过反省检讨以后咧，咱爱甲祖先咧讲啊，我这唔对，我这唔对，爱改。啊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清纯呐！啊，各位是方神弟兄，啊，清纯的日啊，啊，后日。啊，十二月二四日早时咧，啊，咱对五点开始咧，到中昼是一点到三点。啊，因为咱清晨咧，啊，这里叫做，咱透早起来，
咱一直拼啥拼啥拼到啊，中昼咧十二点左右咧，吼，咱就上神上回归，吼，天庭交祭。哦，安尼咧，咱才是真真正正的清纯咧。那么咱清纯的时啊，咱咱准备红衣、绣金一千，太极金一百块八张，红衣、花、香、果，哈、哦，绿果甲青茶，啊，青茶咧，咱摆伫咱的心情咧，哈、哦，咱。啊，加神咧，并不讲啊，我今年一年来感谢恁的保佑，感谢众神的保庇，啊，加持四地回四福，让我一家平安顺遂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来问我，老师啊，阮厝的神拢无甲保庇，我安尼无讲无保庇，是啊，阮厝的人咧，啊，我囡仔咧，今年拄到往生去，感觉拢无保庇。我讲你错去啊！哈，囡仔的因果业力，囡仔开车咧，砰砰叫，了了你伤害着他人嘛，不一定。伊讲无啦，弄着人要安怎啦？我惊巧的啦。我对啊，神要保庇你嘛，要保庇你有德啊。大化小啊，咱若纷纷乱来时，神要安怎保庇？无可能的代志，迄都违背着正果的天理甲人理。那这信徒呢？我拿安尼，那把口罩保庇好啊，顺势，好买好吃的哦，无无，迄条都受伤都好。我讲人啊，好浪死咧，所以你就有够贪心咧，有够无耻咧。啊，神也无啊，你保庇恁全家伙，但拢无，已经拢死翘翘啊！他大家阿讲，有啦，我都顶两个月尔，好开车咧，要去国馆佚佗啦，啊，要国馆佚佗咧，这条都。即三个半老师无动啊，啊无动嘞吼，啊我安尼，哦我下下去完咯，啊内又开砍嘛，啊开砍嘛，啊动啊动动动都动袂掉啊，到尾吼，到边啊，较切着边啊嘞吼，切着迄个房间边，那可是大平就对啊，切房间边就掉嘞，动掉嘞，我安可无保庇，有啦，安尼有啊啦，我嘞无事咯，好诶吼，恁无看，卖马上看，卖是自己因果业障。啊，好个咧，咱爱着好话，兴功立德。咱啊，这信徒咧，吼、哦，伊着跪了，老师啊，失礼啦，做失礼啦，我多做失礼，我唔知啦。吼、哦，我想讲啊，我安尼吼，咱拢无保庇，我咧错去啊，错去啊。咱啊，这信徒咧，吼、哦，伊着跪了，老师啊，失礼啦，做失礼啦，我多做失礼，我唔知啦。好，我想讲啊，我安尼吼，咱拢无保庇，我咧错去啊，错去啊。所以咱每一年的清炖日啦，咱唔是讲哦，我传物件拜拜就好啊。哈，除了拜拜以外咧，要家己好好去反省，反省到过年，反省到过年，到初四是接神的日。初四接神日咧，咱呐，我来存红鱼啊，五谷啦。吼、哦，那红鱼五个嘞，吼，啊，咱这个都寿金一千啊，啊，要这个太极金三十六张啊，啊，正月初四啊，猪时甲卯时的拢会使，咱接神迎接众圣神来过驾临。那么这中间呢，正月初四甲十二月二十这中间都十天食，咱要十方圆满，咱爱好好反省，反省个忏悔。对啊，唔对咧，咱就卖过错犯错，那安尼来接神的，神的一定真正吼欢喜。所以讲，伊十方圣地是，咱呐古早咧咧，咱咧接神呐，吼上神呐，安太岁咧，啊上太岁，咱的意识咧，咱无真正正确去了解咧，咱的乡传个拜拜好好的尔。根本都无只无只意义，了阿我清纯啊，甲只拼拼清气，安尼就无妨。啊，那是但是咱的上神的日啊，咱的一般过去拢香炉摸来太摸来咧清清的咧。以我所经验呢，咱香炉你莫甲摸起日咧，香卡抽抽就擦落清气就好。啊，金樽呢，你要甲擦落清气会使咧。
但是真侪人呢，金樽内底有香烟呢，认为讲啊，香烟乌嘛嘛真歹，哈、啊，那么你就开始哦，水甲洗洗洗掉，洗洗较清气，认为安尼就陷入尊敬思想，嗯，是安尼。你要洗神的金樽，就买洗咱家的香菇的，洗的香菇。我做过去一年来垃圾呢，我爱洗掉，爱清就清掉。等于呢，咱要做四月七八佛祖生呢，然后佛祖生呢，咱要做浴火。在西佛共款意思，因为这是咱中国的生活习惯。啊，咱年来呢，将垃圾嘛洗洗清清掉了，啊，然后呢来迎接正月七以后新的啊一年开始啊，迎接就是这新的希望。啊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接神。假使十二日时甲十正月七日中间啊，咱无实行着反省忏悔啊，那么咱安尼就无算接神，因为咱无清洁身躯咧，吼，我们歹习惯的身躯咧，神要来领导是真正无可能的代志。各位是方神弟兄，因为真正妙法咧，咱唔知要安怎做，人讲安尼恁就照安尼，无一个固定的天数。那么这咱嘛是咧修行诶，啊，咱这伊只安尼嘛是讲是修行。咱若再讲，咱哦，咱咧上神接神咧，咱着修一个课程。咱若唔知咧，你过一世人上神接神嘛是等于零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各位是方神弟兄，啊，咱伫世间呐妙法一大堆。但是呢，咱无这因缘，无这时机、时间呐，甲时机咧去接触个时，往往咱做个代志，煞变无啥物意义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，啊，我讲啊，爱接神安尼接，呀，信心就来啊啦，我一张叉就都来啊，我好，你叉看卖。刷了第二年咧，好，伊就真正将我切死啊。啊！伊要接神啊！啊，迄个几差嘞？你神啊！你拢下来，有够无礼貌。结果跋杯先跋，跋无杯跋，到安尼开始把皮皮擦、地擦、地擦嘞。啊！只老电话老师啊，我厝个先接神啊，那神拢无来啊，跋无杯啊。我你唔过自己差了都话，我咧控告妄语，叫我你要叫你啥人？你要叫哦，我大大人啊，比神较大啦。差多远呢？问我要安怎？我咧今日穿牛穿过，跪咧头前间佛所忏悔，讲我所做诶这恶业拢唔知啊！吼，我控过我唔知，我无感觉咧。老师甲指点咧，控过咧，我要改啊！吼，我一定好好虔心早暗礼佛拜佛咧。你然后咧，你点香对外口咧，奉请恁兜诶家神教义。过一下咧，宝贝连刷三杯，欢欢喜喜。转过来以后咧，都唔敢控股。咱即摆社会真侪人都拢有只控股的心态，人家讲家己着上敖比神较敖，结果咧是啥？控股，哦，控股咧落地价，啊，控股者未开股，凡是来控股的人拢未开股。各位，咱爱注意，咱好好反省。咱若控股的人，咱好好啊，咱爱检讨。因为咱控股的人啊，你无这个大众众生的观念存在。控股的人拢干了只，干了只有我家己尔，无别人。啊，所以各位是奉承利息。啊，咱传这妙法，是要让大家啊化解。消毒一个控股的心念，而且呢，向着光明有智慧啊来做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啊。总共一句啦，咱十二月二十四是清顿的日，啊，清顿以后呢，哈、啊，就今日就过年啊，过年到呢，哈、啊，这中间的春节呢，我足欢迎呢，十方神神大德。啊，给给大大细细的带来咱三三分四，咱来参观这花园，会当让囡仔重新建立一个清净的净土的心灵。那安尼呢，处处有花，处处是净土，这是我上大的希望，嘛是往生六道贵国仙师甲诸佛菩萨上大的希望啊！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各位。